你们北电的恋爱角？我们无处都是角，我们各处都是角。对，电影学院就是其实也不大，但是它有操场，完了有那个研究生楼啊，什么后边有宿舍楼什么之类的。对，那会儿我在学校里边的时候比较傻，都是别人来找我比较多。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浪漫都是属于从电影学院走路走很远很远，走到一个电影院里边看一场电影，然后再走回到电影学院。对，没有你，我知道你恋爱角在那儿。连北电恋爱角你都知道啊？ 你去过呀？对呀、啊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我去过。你练过？不是练，跟练没关系，没事儿。你知道在哪儿吗？你们门口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渠。哦，对，小月河、对，没错，哎，还真是。什么？那是你们最著名的那个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想起来了。什么？你说没有？我们学校右边有一个 NASA disco， 不 NASA 精。NASA 美国宇航局啊。那会儿没有 banana， 那会儿叫 NASA。那我记错了。对。